现在我们划完皮划艇了，准备体验一下这个桨板。那一边营地的帐篷都已经搭起来了，你们两个一起下。哇，太爽了！这个难动系数更大了，好，很难掌握平衡。你看这个桨叶哈，有两个面，用这个面对着自己划。当你觉得哎很稳了，这个滤板很稳了，想站起来了，怎么站？桨杆放在前面啊，一只脚先起来，踩中间，踩两侧这个把手的两侧哈，稍微靠中间一点的位置，分开一点哈，不要站太近。对，分开一点，然后慢慢的，如果觉得不稳，可以用桨杆这样慢慢撑着，保持自己的重心。对，但是我建议待会如果想站，也是后面的人站，先不要同时哈。好，就在那儿就可以了。对，好，坐下来或者跪下来。跪下。对，然后你把那只重的给他。对，这个是沉的。对。好。别人咱俩真的都入水了。好，你再来。你再来。对。现在我不敢跟你一块玩这个，老公。来吧。这个你是跪姿还是站姿？那你跪着滑回来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很棒哦。那我往起站了。你先别站，你看咱们再熟练熟练。你先滑一滑。滑一米好棒，都站起来了。我也要站了啊。你真要站起来吗？啊，你先稳住，老婆。哎呀，我觉得。好。来，你稳住了啊。你稳住了啊。这叫着急啊。啊。我。啊，不好起，你别起了先。特别难。你个又高，老公，你真的不好起，那就跪着吧。跪着吧。那问题，咱俩这个姿势太狼狈了。滑一会儿，我回去，你自己一个人滑。哇，能站起来吗？好难啊！好难，真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啊、不要。妈妈，谁在飞？有飞机帮我飞一下。稳住啊，老婆。稳住，我觉得我是可以站的。你真的可以吗？我还拿着 GoPro， 我好难啊！好不容易站起来了。我站了。你站了？我站了，不要慌啊！我现在四只腿着地，我还没完全起来。有点难度，老公啊，你还是别站了，我撑不住了，我起来了。你起来了，啊！我撑着好累呀、啊，你起来了吗？起来了。现在我像一个蛤蟆一样在这儿，不能动。我腿撑着好累呀、啊。看见我？你蛤蟆？别动，稳住，不许笑。你调整呼吸，我就是大蛤蟆。调整呼吸啊！哎，你先别动。不行，起不来，老公起不来，别起，我求你了，别起，真的要掉，我咱你还是跪下来吧。我蹲下了。你跪下吧。我刚这么站起来了一下，老婆。不行，我这撑太累了。你愿意相信我一次吗？不是啊，我这儿得保持平衡，我特别累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我撑不住了，好了，我站了，我起来了，老婆，真的假的？我成功了，我看不到，我不敢看。你看视频吧。不是，我一直在稳着。不行，哎呀，别！我跪下了。你跪下来吧，真的。跪下来。啊，好累啊。啊，行了，我已经跪了。嫩芽要尝试这个单板了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你可以的，老婆，很棒。哇，慢慢来，哇，老婆你好溜啊，直接站起来了，转个弯给个正脸，老婆。
屁屁失身了，彻底失身了。还好你穿的这个专业的衣服啊，速干衣。用这个是吧？厉害，厉害！我马上就起来。哎呀，战战兢兢的感觉。膝盖再放松一点。放松，对，很好。脚是平行脚单位，你会找到那个乐趣的，就觉得哎呀很自如。你看我，你先试一下这样，像像要起跳一样，像要从板上跳起来一样，对，你也可以练一下。哎，现在我在当摄影师啊，划着船当摄影师，找到这个乐趣了，特别好玩了，不想回家了。兵哥又水了，我去看一下兵哥的情况。哎，迅速爬起来了。哎呀，美女教练一直在很耐心的帮助一起。哎，现在一起越来越稳了。哎呀，兵哥，哎，你注意力集中一起，你不要受他干扰。哎，呦。嘿，我去，一起也掉下去了，可是他穿的衣服没得换呀。刚刚我成功落水了，感觉非常的棒啊，非常酸爽。然而我并没有带换洗的衣服，就这一身。哎呀，但是其实啊，这个桨板主要是一个心理的恐惧，你落一次水你就再也不害怕落水了。反正我已经落水，大不了就落水，有什么呢，非常棒的一次体验。嫩芽还是很爱挑战啊，现在天已经渐暗了，但是嫩芽还在积极的尝试着。哇，嫩芽好厉害呀，哇塞，跳个舞。跳舞算了吧。你咋不回家呀？我得看着你啊。现在我们划完桨板，这边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哇塞，火锅啊，今天晚上是。